亲爱的朋友，圣诞节正是发挥关爱的好时期。如果大家全年都实践这份精神，即世界必会变得更加美好，更富人情味。主耶稣在马槽诞生，因为在客栈里头，他的乡亲找不到地方。今天在香港，好多人亦找不到居住的地方。我特别向政府、富有人士和商界团体发出呼吁，请他们致力解决住屋的迫切问题。这个原是每个家庭的基本需要和基本权利。最近在我们的祖国，一位两岁女孩被两架车碌过，两位司机和18位途人都不顾而去，一名拾荒妇人将她抱起送往医院，可惜数日后终告不治。这宗悲剧提醒我们要去除自私，多关爱有需要的人。真福德兰修女曾呼吁，让我们随处散播爱心，我们一句鼓励的说话，一个灿烂的微笑，一个温暖的拥抱，都是为天主的仁爱作见证。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我将在圣诞子夜弥撒中为你们献祷。